你跟飞姐成为好朋友，是因为你出道的时候飞姐很照顾你。我其实就是华视毕业的嘛。华视歌唱班第三期毕业的，是，所以我那个时候毕业要来华视，这要签约的时候，就是经过这个外面的走廊，是，然后，那个时候我很幸运，就是碰到小燕姐，哦，然后小燕姐大家看到我们有几个女生要去走过去，她就知道应该是这一期毕业的，哦，然后她就跟工作人员说，哎，那个，下个礼拜安排她来上综艺100，嗯，然后。我那时候能进去录影，我已经很开心。我看了一堆大牌，你知道吗？一进棚去都是我们平常看到的大明星，在电视上。对，然后那时候我又才刚毕业，然后所以我录影都很乖。然后我记得我第一天录影完的时候，我就走出来，我就一个人坐在那个走廊，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大牌一个大牌的都往那儿走，他们去吃饭，然后最后一个是他出来，然后我就看他一眼，然后我也不敢讲话，他就讲晃荡晃荡说。你这一期毕业的时候，我说对，然后他就说哦，那你吃饭了没？我说我没，我说我不知道餐厅在哪。他说哦，走吧，跟着我去吃饭。我就从那一天跟他跟到现在，这一跟就跟了大概有40年了，就甩都甩不掉。哦，是啊，就缘分啊。然后我觉得我们的磁场也很合，讲话我们也不会吵架，然后观点也一样。吵架也会啦。偶尔啦，但都是我让他了。吵些什么事儿？也不叫吵啦，他每次他都是我说你好瘦，我太瘦了，要吃胖一点。他都跟我说，他都跟我说，男生都喜欢瘦的。没有，我说会吗？乱讲，男生喜欢瘦的，对呀，对不对？他每次都说男生喜欢瘦，我说会吗？那是我年轻的时候说的。我问过很多人了，还举例哪个男的，但是现在不好讲啊，就说哎。啊，这么好笑吗？他们都说，喜欢瘦的。你看陆一龙喜欢瘦的还是胖的？陆一龙啊，嗯，我觉得应该比较胖一点吧。乱讲！他又乱讲。他有教过谁是胖的？他有教过谁呀？嗯，他有追过我，没理他。真的假的？陆一龙大哥有追过你？所以就知道他喜欢胖的啊。开玩笑。所以常常为这个，但是我都随便了，好了。没有，其实你说瘦就瘦吧，喜欢就算了吧。对他每天都叫我吃，然后我就，我从开始会有点小顶嘴，后来就变不讲话。不讲话，哦，对你一起吃饭，他就想吃太少了。那他就是那个体型，可是我常常在外面，他们问我说，问我说你圈内最好的朋友是谁？我就说。秦薇薇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大家会觉得好像不就是怎么身体不在一起，你知道吗？就说哈，怎么会是他？我为什么不会是他？就是感觉好像，可是我们俩真的是最好的，真的说，哎，那个时候在台北要住，说在台北要住房子，林在培大哥有一个空房，刚好在菲菲姐家附近。什么签第四台的事情？没有第四，那个年代没有第四台，那个时候是电视，就是只有电视线。哦，你知道那时候只有三台不是吗？对，我刚结婚的时候是买在那个现在市民大道，可是那个时候是铁路。对，铁路边我们刚买了一个小房子，可是正在装潢，那装潢就不能住嘛。是。然后那时候林在培那个跟我们很好，他就说房子借他住，对，他说他在隔壁一条巷子有一个空房，可以让我们暂时住一下，等装潢好我们就再搬。然后可是唯一的问题是没有电视线，因为那个时候只有三个台，那你没有电视，我们怎么活？所以飞说没问题，我帮你解决。他从他家直接找人，从他家就拉一根线，整个天空就一条线拉到那个房子。哦，不是啊，拉了一条巷子拉到你们家。对，是电话线，是电话线，你都记错了。你看，我是电视线。我们现在常常看，有时候口述历史哈，我们把它就是很精彩的看一看就好了。有时候并不是那么的准确。是电话吗？是电视吧？哎，无所谓，就是一根线。哎，很好笑哎。然后就是同一个号码嘛，那电话线，我就说你用我这个电话，你跟你的朋友讲，说如果有打电话找你的，就响两声，先挂了，然后再打，这样子比较知道谁的嘛。他比我记忆力好。他是情报局的，还有密码。不
不是，我怕电话一响了，两个都在接不太好。可是我们那时候很感谢他，因为没有这个什么活啊，没有电话线啊，不是电视、啊。然后你就可以看到那条巷子干干净净的，然后就一条线。哦，蛮。是哦。对呀、啊，非常非常够意思。是菲姐，你特别记得说，你跟兰姐会变好朋友，是因为你当时你的尺寸在台湾买不到衣服。对对 对, 对。是这样子吗？不过我们这种胖子就是这样子。就是因为买衣服都买不到，你知道那时候我们在录综艺一百，然后他要去美国嘛，啊，我想说美国都是胖子比较多，衣服比较好买嘛，对，我就跟他说，哎，那你可不可以方便的话帮我买几件衣服回来？他帮我带了一件衣服，然后只有带一件哦，然后那一件，你只叫我带一件，然后带来的时候我就要给他钱嘛，然后我就问他多少钱，他说50块美金，哦，50块美金啊，我说他有收啊。他就是没有收哦，所以害我就被他这个跟他在一起一辈子，就是为了那件衣服心存感激。我真的不记得，我不记得。你不知道为什么才带一件呢、啊？那么难得。不过后来，他常带一件，我很听话，我就带一件。太老实。可是我那个时候，我跟你讲，我回美国的，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逛街，因为我不爱逛街的人啊。因为我逛街就是帮他找东西，但有任务就是帮人家买东西。对，你就有一个目的，你就有一个目的去找这种。来来，说有什么你们口述历史，来附上照片来、啊。是这张吗？对对对。哇，当年是欢迎海外梅园会归国参会。对，梅花访问。梅花，梅花访问台。哦，来来来。来来来。啊，蒋纬国将军。对。这个是郎雄。啊哈。哇哦。这是葛湘婷爸爸，对，葛小宝的父亲。哇，这位美女，这个是秦菲菲小姐，秦菲菲小姐，张振兰小姐。我今天问她照片有没有我啊，她说有。我说你的照片没有我也很奇怪啊。这是我们去美国唱歌的时候，那个潘恩邦请我们吃饭。哦，潘恩邦。哎，菲菲姐，哎，兰兰，兰兰，这是她太太。哦，这是她儿子。这个哇，你们俩，这个我们俩去唱歌嘛。你看我从年轻到现在，然后坐这个车子是很了不起哦。这什么车啊？这是个加长型的。这是那个 limo。嗯，因为他那时候有一个男的很喜欢他，在追他，哦，然后每次就接我们去唱歌，都用这个车子来接，又有车子，又有司机，又有保镖。除了杨光友大哥之外，还有别人。哦，对，那没关系，只是追追而已。那时候还没有结婚啊，那时候还没有结婚。那是谁啊？哦，这个是告诉你你就知道，但是不能说。而且那个年代能有这个车，可是鼎鼎大名，对不对？不能说。说啦。不要，不行啦，不行不行，人家现在很幸福，不能。你不说啊？我不说。你有没有偷看师傅磨豆浆啊？你看。我不来了。你不说，你不说，我等一下我就逼问你。哎呦，我那时候没有结婚，所以谁追我都 OK 了。当然了，对啊。